要比天还高。云那轻轻飘过来，梦中轮廓一点点透露出来。飞吧飞吧，飞过黎明和夜晚，啦啦啦啦。风它轻轻吹过来，梦像翅膀，流星天空中划过，穿越时空，回到这梦想的地方。哈哈哈！安静。按照惯例，这个月各班要出黑板报进行宣传，你们班就由花心超人负责吧。啊，我来帮忙吧。为了能出黑板报，我专门借了这本书。什么书啊？《黑板报精品选集》。看了三个月，我终于弄明白了。你都弄明白什么了？我弄明白了书名七个字怎么读。不学无术，还是别拖累我们班了。小小怪，你想出黑板报，去隔壁班帮忙吧。啊，谢谢你，校长。全靠司令的情报，我们抓到了刀疤星特务，常被捉。发现刀疤星特务潜伏在超星学院，准备侵略。而且查出他们只能通过黑板报留言暗中联系。难道将军要我争取到机会出黑板报吗？没错，只要拿到特务名单和通讯暗号，就能利用黑板报引出刀疤星的特务。说，你们的特务名单和通讯暗号到底是什么？我堂堂特务常被捉，是绝不会屈服的。哼，不说，看来得用灰心五大怪行了。依次是：一，挠脚底；二，听花玻璃声音；三，饿肚子了看我们吃饭；四，闻臭袜子；五，打屁股。这是五大怪行，哈哈哈哈！但今天我要独创第六种，让你尝尝，保证痛苦程度加倍呀！一加五等于六，第一种挠脚底加第五种打屁股就是第六种怪行了。将军，按你的方法，我刚刚也独创了第七种怪行，就是第三加第四。小小怪这回学得真快呀！常被捉。三加第四应该是让俘虏一边饿肚子看你吃饭，一边闻臭袜子，不是让他饿肚子看你吃臭袜子。受不了，我着了。难怪我搜不到，原来是背后刺字。小小怪，抄写特务名单，他们的暗号是刀，我们就利用黑板报引出刀疤星特务，一网打尽。这次黑板报，我和开心超人负责美工排版，甜心超人和粗心超人负责文字内容。大家都清楚了吗？清楚。开心超人画得不错，用心画会画得更好。用心啊！用心画，我就画得更差。用心画不是让你靠胸口这个星星来画。你们的文字内容准备得怎么样了？放心，我真的请了百事通老师。百事通老师知识丰厚，你们的工作绝对有保证。没错，幸好百事通老师够丰厚，我们的高度很有保证。果然高度很有保证。花心超人，我刚刚看到隔壁班的黑板报，他们排版新颖，图画还很可爱呢。我们这边还一团糟，连排版方案都没有，怎么办呢？
画的这几把刀就是联系暗号，相信很快就能引出特务。小小怪同学，你画得真好，按你的指示，我们班的黑板报很有创意，搞得有声有色呢。过奖过奖。没有过奖，确实是有声有色。常言道，书山有路勤为径。有真人发音，又有声音，又有颜色，真有创意。哇，黑板报精品选集，小小怪肯定是看了那本黑板报精品选集才这么厉害的。利用黑板报留下联系暗号，果然伏击到特务。现在只剩下我们的老对手断刀流了，这次我要让他有来无回。对，抓了他，抢走他的钱，让他没钱买车票回家，有来无回。哦，我们侵略了这么多年，就要有结果了，绝不允许别人抢先。对，不容许。这个刀形的连续暗号就能引出断刀流，现在只要设下陷阱，等他出来了。哦，小小怪那本书呢？居然找不到。先抄他们的排版设计，回去改改。大家听我说，我辛苦一夜，终于设计出黑板报排版方案。啊，嘿，哇，好长的卷轴，好长的方案，王信超人好厉害呀。这一张才是方案，卷轴只是我特意准备的，走在上面亮出方案，就像走红地毯，超有型。把一些装饰花纹改一改，免得被认出来。改完了，今晚见面地点改在这间教室。保险起见，还是再将排版改一改，不然迟早会被认出来。怎么只有你一个？其他人呢？断刀流，你这个刀疤星特务怎么在这里？花心超人，难道我们失踪的特务都是你抓的？竟然被你引出来了。这想跑？跑？我断刀流从来不逃，我是靠拳头说话的。哈！狭路相逢勇者胜，哈哈！看来只能大战一场。我还没说完，这么快出手 ，baby！ 谁要听你废话？断刀流还没来，会不会没看到留言呢？将军，我有办法确定他有没有看到留言。什么办法？我打个电话问问他。上次碰面，我们惺惺相惜，互换了名片。地震吗？快跑！又失败了！哎，你别抢我的台词！救命啊！
次花心超人误打误撞打败了潜伏的坏蛋，值得表扬。不过他抄袭别人的黑板报被批评。校长，怎么说我也是功大于过，应该得到褒奖的。嗯，放心，我是奖罚分明的。我决定奖赏结合，就用黑板报来宣传你的事迹。啊！可恶，不再抄袭了，我错了。我们只需要比天还高，云那。